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2号，离期指结算呢又再近多一日了。今天来说呢，上升的板块虽然不多，不过有一些重磅的是板块的，例如银行、保险，这个都是会是在上升板块里面。地产和汽车呢就变得不太好了。昨天呢煤炭是达到去包尾的，今天呢煤炭就上回来Number one， 咁樣證明有一樣嘢喺呢點入邊嚟講咧，即使煤炭股咧個波動好大，咁啊都值得係大家去即係留意一下嘅。